他枕头要去哪里？去薛长安房间，给他讲睡前故事。他要讲什么睡前故事？他就是撒娇而已。那我去睡。哎，你的床在这里，你要去哪里睡？我不跟你睡。哎呦，你就别闹脾气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嗯？孩子都那么大了。 你还不跟我结婚？那，你也没资格睡我。啊，睡都睡了几年了，你现在突然变贞洁烈男了？我是以结婚为前提跟你交往的。我是个传统的男人，这个你别忘了。嗯，就推迟2个月吗？ 让开！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，你睡也要睡，不睡也要睡。蕾丝睡衣，香水，你还真是作案工具都准备齐全了。 夫妻常偷打架，床尾和，快脱了，赶紧喝！田静芝，你别逼我把你打一顿。好啊，来，三米。走。妈妈，嗯，你在干什么？妈妈在找东西呢。咦？ 掉哪里了？东西在哪儿呢？啊，爸爸的书拿反了。我在训练自己反着看书的能力。宝贝，怎么过来了？一个人睡不着吗？嗯，爸爸说要给我读故事的。既然你们要做大人该做的事，那我就一个人去睡了。 家里有孩子，以后你注意点儿。继续。妈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妈妈在。 练武功，刚才忘记说了，爸爸妈妈晚安。晚安。走了，还不起来？啊，山里腰了，老公腰，老公腰。 老外公好厉害！哎呀，小张安，你长大了，你老外公还要厉害啊！外公，你又在欺负小孩子了。我们岂止是世界，你们装演员的，哪儿懂啊？我们是互相切磋啊！爸，我们来了，路上堵车。知道堵车还不早点来，吃个饭拖拖拉拉的，真是的哟！我们小张安饿坏了啊！ 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呀，有没有想外婆啊？想啊，外婆又香香又漂亮。哎呦，嗯，<笑>你儿子嘴巴怎么这么甜啊？不像你，也不像我，真有点像云珍。哦，去这里度蜜月怎么样？ 我看让开。 田静芝，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？这婚礼都定在下个月了，我喜帖都发出去了，你却想改期？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呀？妈，别叫我妈。
叫我邱美云女士。邱美云女士，我不是跟您跟外公都请示过了吗？我跟你外公都没有同意啊。再说人家大乔的父母都不在了，你看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你不跟人家结婚，你怎么给人家名分呢？邱美云女士，您搞错了吧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名分？那你就是玩弄我的感情。玩弄你的感情？如果是要考验我的话，三年了也够了吧。我做家务带孩子，你说什么我做什么，你还有哪里不满意呢？你急什么急啊？是你时间多还是我时间多？哦，就因为我时间多我就要忍受不公平待遇，这像话吗？你可以提出异议。爸，我们吃饭吧。对，吃饭。走。哎呀，老外公，喂你啊。哎，爸，我来喂就行了。你吃你的。我讲了，真是的，我不是跟你争，我是关心你啊。我只是想演那个电影而已，那只死妖怪竟然跟我翻脸，而且他还有应援，外公、爸妈、薛长安都是他的铁杆支持者，又不是竞选总统，人气那么高有什么用？其实不是电影的是吧？这样的大牌导演会因为你是公司总裁就给你女一号吗？废话，当然不会。那就是个花瓶酱油，你演或者其他漂亮女演员演都没有区别啊。还是有区别的，毕竟我是总裁。好，总裁，说白了这个角色不是非你不可，你也不是一定要演那个电影，你只是不想结婚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一直都在逃避这件事啊，借口找了一大堆，孩子小工作忙要考验他，其实你是在害怕吧。哈 excuse me， 我可是总裁，我怕什么？从小到大你就一直倒霉，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自从小福星出生以来，你人生这三年完全可以用风调雨顺来形容。我们人类的情感这么复杂，即使是处在幸福之中也会和不幸时一样感受到痛苦，这种痛苦的来源是患得患失。不幸和幸福之间隔着一堵墙，有时在墙的这边，有时在墙的那边，所以身处在幸福之中时只想着一切都不要变，不要走动，怕一不小心就走错了边。现在已经这么幸福了，如果要再幸福一点会被天谴的吧，只要保持现在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心惊胆战地想着，所以不敢结婚，不敢接受亲戚朋友的祝福吧。小芷，你这也算是恐婚的一种吧？这算是恐婚吗？老公，请柬呢？啊！你又要玩什么花样？玩什么花样？下个月28号结婚，我要给朋友发请柬啊！我知道你都写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的那首毛笔字啊，简直没得说，快拿出来。你是打算拿去烧掉吗？什么烧掉？是给朋友了，我大喜的日子。对了，给公司员工也发吧。毕竟我现在是总裁，全公司放假3天庆祝。不行，还是一天好了。
放假三天的话，岂不是连续五天都不用上班吗？你怎么突然这么积极？不是一定要拍那个电影吗？啊？哎呀，又不是女一号，虽然有点特色，但是不用我出马也行的。张萱萱作为我公司的当家花旦，完全有资格顶替我出演的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这里清醒吗？只是想通了点事，很怕。棒。总之，婚礼按照你的计划照常举行。不过下个月28号是什么日子？我们相遇的那一天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我在亲戚朋友面前被拒婚的日子，加车祸纪念日。可是那天却是我的幸运日。啊？啊啊啊！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嗯，我觉得七一建党节、八一建军节、国庆节都挺浪漫的，只不过那天算是你的复活节，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儿。七一建党节、八一建军节、国庆节，哪里浪漫？你是不是觉得重阳节、清明节也很浪漫？清明节是挺浪漫的，你不看九回夜雪的吗？白清明的节日。哦，最近你在追的作者。不过，你们二次元的事我不懂。不懂没关系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纯属表达一下个人观点。我浪漫我的，你浪漫你的。你要喜欢复活节，那就复活节吧。不要气馁，三年一个代沟，跨也跨不过来的，凑合过吧。这是嫌我老吗？吃草啦，我们一起玩七巧板吧。我不想玩。你整天看漫画。